成天哥哥哥哥的怎么着妹妹，你是下蛋吗？那你之前不是有交过女朋友吗？你也太没有魅力了吧。写的好生疏啊，他叫你大名哎、你就叫我微微吧。哦不，孙一涵，我来考考你，经常网络冲浪，又是白羊座，你应该很会怼语啊，怼茶言茶语吧？啊，察言观色不行吗？那我说茶语，你来回怼我好不好？好的。这好像你跟那么多男生玩那么开，不像我身边异性朋友都没有。哦天哪，原来你人品那么差。应该是打扰到你们了。没有啊，我们根本没有当你存在。还比我还茶呢。对，绿茶就是要比他更茶嘛，对吧？哥哥，我一直都很想跟女朋友做朋友，但她好像不太喜欢我。哦，原来你不是瞎子哦，你都看得出来不太喜欢你。Double kill， 都是我不好，我不是有意的，你们不要为了我而吵架。哦，你也想太多了吧？你赶紧消失好不好？我们就不会吵架了。你不要误会，我只是把你男朋友当哥哥看，我真的没有别的意思的。你成天哥哥哥哥的怎么着妹妹，你是下蛋吗？好的。姐姐你化妆技术真好，化妆前特别年轻，不像我出门连防晒都不能涂，你有空可不可以教我化妆啊？哎呀，你是不会化妆，但是你会装呀。 Quadra kill。 可以可以，来。张楠为什么是两遍？我应该张楠，当你遭遇 PUA， 聪明的你应该很会反弹吧？那么接下来换我来拷问你喽。我现在扮演一个很会的男生。Lady, go！ 你跟我在一起之前已经交往过男朋友，我都不嫌弃你，但是一想到就生气，你这辈子都亏欠我。那你之前都没有交过女朋友吗？你也太没有魅力了吧。 First blood。你为我付出过什么？你为这份感情又付出过什么？好意思说问心无愧？不是你自己在那享受了？那你要是这样想，我也没有办法。Double kill。楠楠，我好爱你哦，为了你，我可以放弃整个生命。哦，真的吗？我看看。Triple kill。天哪，这女人过了25岁就不值钱了。你已经28岁了，你离开了，还能找到比我更好的男人吗？你妈和你奶知道你这么说他们吗？ Quadra kill。 太笨了，你就是个白痴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这倒是真的。你也是。我是个占有欲很强的男人，我希望我的女人完完整整的属于我，但是你现在已经不完整，你知道我的心有多痛吗？哦，那你先痛着，要不 Quadra kill。 天哪，这 PUA。